我现在有一个挑战，就是拍立得，我要找一些比较有时尚感觉的路人，然后给他拍一张拍立得，看他喜不喜欢我拍出来的效果。可以跟你聊天一下吗？什么 pose 都可以。哎呀，我把你的头切掉了。你有看过这个拍立得吗？我看一下背景哈，站在自然就好了。对，你要给我评论，看看我拍的好还是不好。拍完了吗？很亮。他是谁啊？他是 model 啊。model。看一下，慢慢的有点画面，好，还蛮好看的，是我拍的最好看的一张哎。任务好像有点失败，觉得我拍的好吗？还不错。